我只是喜欢打乒乓。在这里，你判定什么人是你的对手啊？有个人，我能够感觉到他的气势，他将会是我的对手。比赛的时候，决定胜负的不只是球技，还有气势。谁的气势能够压倒对方，谁就能够得到最后胜利。和胜负，我一定会打垮。 4月1号起，周一至五晚上9点，8频道乒乓远是由 Milo Championing U Sports Development 协力在。